上周四 Valentino 香港最大旗舰店在广东道海港城50开幕，晚上封馆开 party， 邀请了电视版和电影版的武则天、一代女皇驾到，范冰冰和刘嘉玲这两位女皇，一个女神一个贵妇，王不见王，互别苗头。但是最让粉丝惊声尖叫的是韩星始源以及少女时代的 Tiffany。 Tiffany 拍照怎么那么忙，动作都没有停下来过。始源一进场就直接到粉丝区拿粉丝手机搞自拍，人家是自拍神器，始源倒是自拍得很神器，粉丝疯狂的尖叫声都快把屋顶掀了，还好 Valentino 的玻璃很坚强，没破了哟。始源刚拍完成龙的贺岁电影《天降雄狮》，很爱香港哦。Yeah, always welcome to, you know, visit Hong Kong. Always good. Glad to visit. Yeah. 情人节快到了 ，Tiffany 的情人节怎么过呢 ？Valentine's Day this year, I am spending it with my family. So. 咦，不是跟男友尼坤，而是跟家人过。哎呦，答案怎么那么无聊？